Liggins 还是在看守法师，结果跌跌撞撞将球给运掉。注意进攻时间，还有三秒钟。高国豪运到前场，简佑哲在看守他，空中一抛，哇！单手抛进了，哇！哇！哇！从半场一路回运啊！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果然回到了五分差。这应该是目前为止的 play of the game。没错，最后一集将由东城市来掌握吗？高国豪这个假动作顶开了对手得分，但今天我们看不出谁比较努力，大家都很努力。对，三分，而且高国豪，高国豪他在今天的手感下半场有可能要拯救球队。高国豪的切入插板，对，种种不可思议的进球啊！看他们利用辛巴这个点，高国豪切入上篮，有，哇哦！下半场的高国豪拿下17分。